有甘蔗的，一比例 OK， 有甘蔗的一比例猪，甘蔗。你刚才说一比例，就想要买的是一比例猪，每次都。你看，我每次都。你看，真的不行哎。不是你那个电线撕掉，哎，下面电线撕掉了，不会，哇塞，浩哥，刚刚玻璃碗是不是不能？哇，可是我记得这个是可以加热的锅子啊。我的，这不行加热，我确认了。浩哥，你看我的，你先走开了，我找一找。你先走开，你不要可以让我去看，我去看看餐车。我带你去，餐车在哪？我在前面跟你说了，这可以煮。你要说什么？可以煮。对，没关系，等一下爆，等一下破掉，我们两个就知道。有汤锅，你要不要换汤锅？没有，我一定是透明，要待会带它滚掉。真的不会爆吗？没人爆了，我们三个就知道了。哈，不会爆，危险哦。这是可以加热的。每次都，你看，我每次都，你看，哎，真的不行哎。浩哥，我刚刚好像我刚好你在旁边，不是你那个电线撕掉，哎，下面电线撕掉了。所以我说试试看嘛，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不能煮了，大家也要知道这个不能煮。这个就是尝试，你刚才在那笃定。刚刚是爆炸，你不要当主厨好危险啊！你不要当主厨好危险啊！好了，我去修餐车，没事。而且你看我这边，不是我们要把这个先清好，先清好，没事。好欠骂！好，我出去，我出去，我出去，我去修餐车。我今天一直在骂姚元浩。因为姚元浩第一个就出了一个大包，然后其实我有问他说玻璃，因为我记得玻璃是不能烧热水会爆掉，然后他觉得可以，过差不多没有多久他爆了，然后很危险，所以那个当下有点理智线小断。鬼鬼跟邵大哥跟我讲之后，心里是有犹豫啦，有那么一点犹豫，但是我就还是觉得他可以。不过今天爆炸，我知道下次如果有那个东西的话，还是不要放在明火上面烧好了。一个蛮好的经验。